道家里头的老电锅除了煮饭还能做什么呢？那你来看到网友真的超有创意的，竟然把锅盖当盾牌，还有人带着锅子出门散步，把他们当成老朋友，甚至呢这个因为太枯涩了，业者就看准了商机，还推出了金色的限量版。有人要买弓箭射你，哎呀，或是有人要买弓箭攻击你的电锅。电锅盖还可以拿来当盾牌，一卡电锅卖了50年。网友酷走搞创意，老电锅原来还可以这样用。一同拥抱，一同散步。负责家里生计大事的电锅也可以很感性，抱着它散步看电影，还可以一起睡觉。电锅女朋友应该是永远不会变心吧。50年老字号电锅，从第一代的白色到时尚绿色、红色，现在还有这一种金色的，限量999个，想拥有得掏出10张1000元大钞。这是特别处理的哈，这是金，好像像镀金的颜色。原本绿色传统电锅10人份也才卖1690元，金色限量版盖子镀上钛，加上纳米内层，还有抗菌把手，跃升高档身价9999元，是普通版的6倍之多，让民众直呼价钱太高贵了。太贵了，功能一样哦。对。哦，那就有点高了吧。50年老电锅要从平价路线跨入时尚精品市场，还得看民众买不买单。中天新闻林小凡、李明登台北报道。